火车行到里头，阿麦达丢，哎呦，崩汤来哟！志工来到养护中心，一进门就好热闹，还来段应景的舞龙舞狮。当然，过年一定要发红包，讨个吉利，祝福大家新年快乐。我们用最恭敬的心，就像对我们的爸爸妈妈一样，我们来送给阿公阿妈红包。我们做志工都能够对他的父母这么孝顺，我想也会启动他的子女，会更常常的来看他的父母亲。感觉我真欢喜，大家吃快乐啊，真欢喜。欢迎讲安尼，遮济人安尼来，来遮闹热啦。而这位是退休的教官刘振庆，十多年来用音乐来关怀养护中心的住民，用歌声陪伴大家。美丽青春。志工也带着阿公阿嬷一起比手语，充满欢乐的气氛，大家相约要快乐过每一天。大爱新闻，郑胜美志工，台中综合报道。